你要赶我走。别动，收留。解散，不在乎。哎，总哥，对，我俩了。遇到了不正经，结果搞不好。注意，安全提示，没有上节操。老师一遍一遍强调告诉你们，不许去挖深，不许去挖深。不听也就罢了，你还怂恿着天真，偷偷跟你一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想把中医园区给抵押给你，对吗？啊！我欠银行钱还不了，我只跟李家园区。教授，你真的发疯？你这么大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听他们说，你们找到了一颗百年的野山参。我倒明明沿路系了一桩绳，人是怎么说不好找的？如果我们真的挖到这株野山参，你能保证可以保住中医园区吗？直接上，我这个园区100%听你，一言为定。你说疯了？你爸的话都没看过，你不知道后果啊？跟我爸不一样，我听天命，但我也敬人事。刘总他，刘总，刘长青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带着天真一起去？刘长青已经拿着我儿子用命换来的身，留下山去了。你给我走！明白。今天他不走，我走。刘长青，刘长青，他来说，他说如果不关了，你闭嘴，小声，跟我走。